再来看到台中市第六选区民进党立委初选民调即将登场，立委参选人黄守达上午举办立委相挺记者会，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、立委何新成、林静怡、庄敬诚等五位委员都到场力挺，支持黄守达前进国会。虽然立委黄国书没出席，但也特别透过蔡其昌传话，像是表态支持黄守达出现参选。团结挺守达，国会即战力。民进党立委一字排开，拿手板喊口号，力挺黄守达赢得党内初选，前进国会。在议会里面，各位看到他的问政铿锵有力，非常的专业。我相信这一切的过程，都是作为一个年轻世代要进军国会非常重要的基础。蔡其昌大战黄守达，谦卑倾听，在太阳花学运期间的表现让他印象深刻。至于黄守达师父现任立委黄国书选择不出席，但要蔡其昌帮忙转达这段话。他对于守达的认真，对于守达的肯定，这些年来跟他并肩作战，对守达的支持，我想是毋庸置疑。黄国书虽然没现身，不过透过蔡其昌传话，黄国书挺谁毋庸置疑，就是自己的徒弟。我的答案非常简单清楚啦，我就是认为我是最适合，也是最有能力、最有条件团结中西东南区民主阵营的人选。民进党立委初选民调即将登场，黄守达请问蔡其昌、张廖万坚、何新纯、林静怡、庄敬诚等五位立委到场力挺，像是注入一剂强心针，争取选民认同，赢得初选。记者吴翔三台中采访报道。